山激动啊，嗯，昆仑山还是很壮观的，对，对对，特别是要跨越的，我就特别激动，跨越这个昆仑山。我们从那个沙漠戈壁，现在跑到了山顶上，有一些植物植被了，也不能称之为草原，反正我们看见植被了。刚才好像是在火星一样，灰不溜秋，然后没有一棵草，寸草不生，感觉是火星一样的呀。现在我们终于见到生命了，看来昆仑山还是对这个生命很友好的，至少有生命。对，昆仑山脉，我们将去到下一个落脚点王雅石。叫宏伟，这就是宏伟，在昆仑山里面穿行。我们在昆仑山的隧道里面的话，带你们见证奇迹。见证奇迹的时刻，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。这首歌特别应景。中国人，那还有，那还修了铁路。Oh my god， 那个铁路更猛的那个钻隧道，钻的真的是极限是狂魔呀！这种大山顶的顶上哦，还有高速，还有铁路。经历了一路壮阔的美景之后，我们到达了芒崖寺。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，前面是昆仑雪山，下面是一个特别蓝的湖，很美。我们在芒崖寺花土沟镇走315国道的时候遇见的。兄弟们，我们今天在芒崖寺，叫花土沟，但是它有几个很牛逼的一个称谓。第一个，它就是中国最孤独的城市，它在方圆250公里范围内没有其他城市，所以称为最孤独。第二，看远处就是雪山，昆仑山，它在昆仑山脚下，昆仑山脚下还有一个湖，然后这里我们是在这个纪念碑这里，牛不牛？就说牛不牛，这个地方。